哇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！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，就是上来就想跪我。你知道练这玩意儿练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五单了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，每次回来办签证，完了再一回去带一箱子鸡爪子，你记得吗？泡椒凤爪。你能吃泡椒凤爪？当时不是说要减肥吗？你记得吗？嗯。完了就喝牛奶吃凤爪，好拉肚子。我就记得他特别爱吃那个 spam 那个午餐肉，哎呦我天哪！那时候你俩做的那拉面也挺好吃，我现在做的也很好吃哦。嗯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还没有还可以的，突然自狂。哎，我去的时候你们在那已经几年了？我是零八年，我们是2006年去的，没有，我们2007年去。你觉得第一首歌是什么歌？How about you？ 啊，不是，我是那个 Rihanna。How about a round of applause？ Take a bow。哦，我们学的是 You have my heart。就这一句学了三个月。Maybe in magazine， will you still be my star？ 一定要唱，唱到外婆桥。我就记得那个上课的那个小地方，那个小走廊，就是那个唱歌教室，只有两个，好像我记得。跳舞在地下室。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在地下，没有窗户。对，哪有什么窗户啊？天哪！现在想想，那么多人挤在那个地下室，那两个那个练习间，哎，它是一个练习室就这么大吗？没有这么大，哪有这么大？一半，它是一半一半，它是砍了一半。然后差不多吧，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进下一个屋的门口了。真的。哇，我走的这个路线，我想当年 Rain 从我的身边走过，他的头已经顶到了那个对，然后呢，头顶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坐一排，然后突然他从这里这样走过，我们就，然后脸唰一下就红了，太帅了。咦，我好像见过2次 Van the Girl， 好像他们通告回来。天哪，时间过得好快，你说这缘分。延续到了2024年。哎呀。